希望自己儿子过得更好，这个是应该是为人父母都办得到的一件事情。好好，举接我，举接我。台湾终于通过了婚姻平权的法案，三读通过。没错，所以呢，今天马上迎来我们全台湾第一场世纪平权婚礼。今天呢，会有三对，一对异性恋伴侣，一对同性恋女女伴侣，一对同性恋男男伴侣。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到底现场有哪些美好、浪漫、幸福的时光吧。我们现在呢，走到了婚礼的会场里面。旁边呢，第一个看到的是为爱筛检的区域，大家就可以在今天的时候呢，在现场来这里进行筛检。今天有许多朋友来，包含娜娜大师。好热，干嘛？怎么了吗？那你要结婚了吗？还没，大家不要催婚，真的不要，大家不要互相伤害。那你要结婚了吗？不要。因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我需要找到一个真正的另外一半才会结婚。我不会因为就是可以结婚登记了就随便找一个另外一半。但你也找不到了，拜拜。你们这对要新人接下来参加别人的婚礼？实习当中要看一下大家怎么办。听说昨天你也是大哭，是不是？昨天大哭啊，昨天很感动啊。我是李欧。为什么会说是世纪平权婚礼呢？因为昨天立法院通过了全亚洲第一个我们的同性婚姻法案。耶，我是亚洲第一。我们的芳芳呢，一手勾着爸爸，一手勾着妈妈，非常的美丽，一起来加油，妈妈，让你的搀扶他来到了我们幸福的这个地方。谢谢你在。我们拍影片的时候，我不是很仁慈，你还是很有耐心的，你自己去带路。我爱你。因为两年前的时候，我们提前一年，将近一年的时间筹备婚礼，那一次其实有点伤心，因为我妈虽然没有就是。给我难看的脸色，或者说很凶的去斥责这件事，没有。但是你会，你就从他的表现当中，你看得出他是担心跟失望的。但是我可以知道说他不是出于不友善，但是我觉得是每个家长对于自己的小孩，尤其是女生，都会担心。我觉得爸妈就是这个角色，就是说在没有人真的知道怎么当爸妈，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爸妈，老实说，然后。我觉得他们很愿意陪我一起经历这一切。先不要间断哦，掌声代表着大家的幸福的祝福。有个很有智慧的人说过，婚姻要幸福美满，要和谐，要掌握两个原则。第一个是让他自以为他可以为所欲为，第二个是让他为所欲为。那我觉得，如果天底下最感谢的是我妈以外，那就是阿婆。我妈是从骨子里到骨子外就是讨厌同志的。嗯，对，就是但是她的个性是比较内敛害羞那一种，对，所以你要她接受可能很难了，但是。如果换一个角度想说，要祝福自己的儿子，或是希望自己儿子过得更好，这个是应该是为人父母都办得到的一件事情。好好，举接我，举接我，逛散了，齐家威，齐大哥。这一次的三十年来，齐大哥始终如一。在这个机会，就代表我们爱心学会啊，祝福我们。三对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走了这么多年，我们的爱之房是真的是进展了很多，然后到现在我们的医疗也发达了很多。今天我们除了婚礼前，还有什么要
推广这个疾病平权，因为其实每一次我们只要提到不平权，总是会有人拿疾病来攻击我们，或者是污名化我们。我们希望在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里面，让大家知道说，其实每一个人，他无论性别、性倾向，或是任何疾病患者，他都不应该成为被贴上标签，或是被攻击、被伤害的一个原因。这样子，我们才可以真正迎来进步且平等的社会。希望三组新人。已经都身心准备好来迎接跟面对你们的新生活，大家先掌声鼓励一下，请大家一起为这三组新人加油。好，那么我们三队新人也都已经就好我们敬酒的位置，然后这时候请帮大家酒杯举高，酒杯旁观观，这样先跟他动转完哦。好，你越想越好、啊、想很久了对不对？想讲这句话哦，多想要讲戏故脸啊。好，那我们三二一，一起用举杯庆祝我们的婚礼成功！一二三，三二一。全亚洲第一次的平权婚礼，在每一位不同推手的成就下，不论幕前幕后，我们共同创造了最幸福的一刻。爱无分别。更不应该成为伤害的工具。我们在这里见证了他们的承诺和携手扶持向前的约定。幸福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我们却能努力经营来使自己更靠近幸福。希望这份温暖能传递给更多的人，让他们都能鼓起勇气，都能在内心升起希望，去勇敢地迎接属于自己的幸福，使自己成为能创造幸福的人。不论是婚姻平权，还是疾病平权，或是每一个需要关注的议题，未来我们会继续扶持前进，往美好的终点迈进。